要趴着，还要趴着，趴着。你为什么很想开心啊？扶着，对对对。然后跟观众澄清一下，对对对，我有没有摸过你？有，你有啊。咚咚，哇塞！咚咚咚咚咚咚，对啊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咚咚有童颜巨乳，咚咚你，哎呦，咚咚当阿妈了吧？没有啊，还没啊，十年前了，第一代。如果真的话，就哦，有可能当妈妈了啦，对不对？咚咚还没有啊，还没啊。哎，不是，现在是啊，对你现在单身，对不对？对，在情人节那天，咚咚很强哎，好惨。咚。看看你怎么会有人在七夕分手？谁讲出来？谁？就比如说，不要讲，讲左右边好吗？常常都要被教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从背后环抱啊。哎呦，然后打高尔夫球只有你三个，就只有你哥在那。有没有是我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他可能就会是不是？对，可能就是比如说欧姓男艺人啊，那时候还没结婚。哦，欧姓，欧姓男，请欧就一个嘛，欧姓嘛，他老弟嘛。欧弟啊，没有欧信啊，欧罗布伊没有这个艺人嘛？哦，他教你打高尔夫，以前好玩哦，可能节目效果了。那各凡弹琴的时候，谁吃你豆腐？然后就会有后面突然抱上来，就说东东，哇，你在听歌啊？然后突然就抱住我这样。好，这个人最近也结婚了吗？哎，对，准备要结婚了。姓什么？姓小，姓小，小。不是杨子轩，我叫什么？是，对，我记得那时候在弹琴，他哭了。你在弹，哦，他就从后面抱他。对，你在弹，我觉得他信主是对。好，收敛了，收敛很多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我失恋，然后贺凡哥就弹钢琴给我听，这样。那时候大家都年轻嘛，对不对？比较冲动一点。不过他说我们三个主持人他都很喜欢，为什么？曲哥是为什么？哦，因为每一次我只要就是怕没有我没有镜头，你都会叫我站进来一点啊。哇，然后这样比较方便，好摸。对，上面拍照，下面就这样。对啊，也这样吧。有，真的假的？谁摸你啊？哭了！我还记得我一次失恋，眼眶红红的过来，然后康哥就说：“加道给你来啊，我找人灌死他！”不知道心里去出现。好，那是误的话。我怎么会讲那么恐怖？我是灌死他，不是的，是因为那时候在店里没人陪我喝酒，很希望他出现，所以我们对你还是蛮照顾的。对啊。现在在干嘛？现在还是做网拍一样啊，做衣服的东西。不过他不一样，因为大家都会记得他是第一代，对，助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每一个人讲到只要国光助理，第一个想到第一代一定是东东，还是我。而且他那时候也是辛苦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像是后生小蚂蚁，感谢您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东东。One, two, three, four， 把他脱掉啊！主持节目了，东东来代打一下，代打一下，代打一下，你知道是？对，叫，哎，他不叫，嗯，对，一、二，他讲话，别走，哎，别走啊，咱们俩好好聊聊，不要靠过来，我要叫了，哎，那你叫，叫两声没听见，小哥。等一下叫我干什么？有男人啊，过来！他就过来了嘛。来，来，来一个，这个要靠腰的摆动哦，要什么？要摆动，走开！是因为我太爱你。东东，你在看什么？他真的有哎，对不对？哇，原来是小马哦。这个看了很多回忆哦，
不，当初我们不知道真的真正员外的原版是两位啊，双员外。其实我是学台哥的，台哥最会演这个，哎，而且我看你们两个演很爽。奶哥打屁股打得也很爽，我们那时候对他什么事都要做，对，打屁股干嘛，什么都要叫他出来，好惨，每一次都是我出来。梁老弟，出来打个屁股来。梁老弟，不会，他那个安全裤这么厚，他刚刚说我偷摸他，你现在跟他讲清楚哪一天在什么时候，问清楚。我安全裤拉起来的啦，你要啊拉拉起来会更厚，太用力吗？不是。可不可以让摄影机拍到侧面？侧你侧面，你要趴在，你要趴在这个这样，这样你到我这里，你是要趴，要有东西趴着，还要趴着，还趴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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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什么还是很开心啊？扶着，对对对，来跟观众澄清一下，对对对，我有没有摸过你？有，你有啊。不是你们现在在公园？闹赛就不要啪啪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啪啪照。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。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